让你们看看养猫人回到家之后的样子。好，我现在刚载完女朋友去上班，然后她回来了。平常开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有猫的迎接。那我们先关门。放下我们家的钥匙，脱下口罩。的死，中午出门真的超级的热。好，放下我们的安全帽。然后换家里的室内拖。那因为我手上还有袖套，就是防晒用的，不然真的是中午出门手被像那种大热天热到爆炸。那就是我们的袖套，就是其中一只手。那这是我们家的口罩区，满满的口罩。然后现在来脱右手的，啊，超级热。每次回来都要喘很久，还好我们家冷气都开好，就是24小时开着。但是不是主要不是吹人啊，是吹猫，因为我们家布偶猫居多，所以通常都是吹给猫咪的。唉，真的太热了，也是要先洗澡啦，但是让你们看看平常如果我们厕所的时候，我们家的猫都在干什么东西。那现在在我前面的这是棉花，里面好热哦。就是平常你不管是厕所啊、洗澡啊，我们家的猫都会这样子围着你，热热躺躺。好啦，不要来蹭我，去去去。我现在脚边这一只，你呢？干什么啦？他们就要来监督你到底是在上厕所还是在干嘛。好了，绵绵你出去啊，不要一直蹭啊，我去，大胖子。然后堂堂有时候就会坐在这个椅子上，然后就对着我喵喵叫。好了，绵绵出去，你看看看，他要出现了。堂堂很难，破破也来，哎，你们是怎样？坐好，你坐好，留下来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 BB 也会来，就是他会塞在那个洞里面。然后可可也跑进来了。啊，你们是这样，好好的冷气你们不吹，然后跑来这里蹭蹭。那他又回到位置上了，他就会在上面一直盯着你。就看你有没有好好的厕所啊，然后有没有把马桶冲掉啊之类的。他最近都这样子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应该说养猫的人好像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就是你在厕所的时候，然后猫都会这样子集体的围着你，然后他们有时候就在那边玩啊。
在那边打来打去，就是一个人从那个门缝里面伸进来，然后另外一个人在里面一直打。你看，开始又要开始了。哦，可可会不会伸手呢？可可，你会不会伸手？不会。然后 BB 也没有伸手。哎，你们不要在那边乱玩哦 ！BB 啊 ，BB， 傻眼。人家都是傻眼猫咪，然后我们家是傻眼主人。好热哦，你们 ！BB 啊 ，BB。大家在怀疑猫生，我是怀疑我的人生。好啦好啦好啦，给你啊，特写。那我们家堂堂的特写，白手套的山猫纹布哦，很黏人。应该说它很稳定啊。兴奋到模糊。喵。糖喵，给糖喵一下啦！你看他们全部跑走了，他们把刚刚那个毛的叼走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剩下糖糖，奶奶，他就这样子盯着你，然后到上厕所结束，或者是说洗完澡结束。可是通常洗澡他们都会在门口啊，因为他们怕被水溅到。就是厕所的话，他就会这样子坐着等你上完，然后这两只又回来了。喵。好的啦，你们这群大变态，你们一直偷窥人家上厕所之类的，别以为你们是可爱的猫就可以这样子啊！大变态。你看推他，然后还走不走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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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先出去了。你看又上来了，搞什么？给不给厕所啊？好了，不说了，这就是我们家猫每天都在搞的事情。嘿，好了，拜。Where the movie started, facing at a photo they've taken. Space street flying through the skies and battles happen.